神嘅祝福嘅，咁我想话俾大家知。
知，即其實同神嘅關係越好咧，你就越進入神嘅同在，越進入神嘅祝福。正如喺舊約新約，我哋都見到呢樣嘢嘅。舊約見到摩西同神咧，神同佢講嘢好似人同朋友傾偈咁樣咁親密嘅。咁摩西咧，真係佢祈禱嘅時候個力量啊果效係非常強烈嘅。佢一親近神，神嘅榮光就即刻降臨。佢上西奈山咧，40昼夜唔使飲唔使食，佢落翻嚟個面都發光嘅。咁而舊約仲有其他人物喎，撒母耳係一班先知門徒，好同神有密切嘅關係。咁咧就掃羅一去到咧，即刻變為新人，即刻受感説話。即係神嘅同在可以咁強烈，撒母耳有10章和19章，翻去可以睇嘅。10章和19章講到嗰班先知門徒祈禱嗰種能力啊。掃羅一去到就變為新人，受感説話。而19章咧就講到掃羅嗱，經歷聖靈代表以後聽話嘅。以後聽話是你在乎你願意選擇，咁而掃羅後來佢唔聽神嘅話，佢殺到大衛，佢追殺大衛。但佢追殺嘅時候咧，佢聽到大衛同撒母耳嗰班先知一齊喎，佢就差一個人去。點解只係差一個？嗰個又去到又受感説話又翻轉頭，第二個又係咁，第三個又咁，最後佢自己都係咁，都冇辦法能夠殺到大衛。即係神嘅保護係好真實，即係其實我哋有神嘅同在咧，我哋整個生命。好大好大的提升的，大家想不想啊？希望大家真的渴慕神啊！即新約聖經亦都係嘅，新約聖經講到初代教會亦都係好強烈的神的同在。咁咧就我自己亦都係經歷好多好特別嘅嘢，就話祈禱好多人改變啦、更新啦、有癌症好翻啦、有各樣嘅問題好翻啦、成個生命改變啦、有癌症受緊接受緊化療。打完化療針係好辛苦啊！佢話俾我聽好辛苦，我同佢祈禱話好舒服、好輕鬆。跟住佢，我又教佢點樣祈禱、親近神、信靠主。翻到屋企，佢又咁祈禱，佢又覺得舒服。即係呢種嘅情況，我時時都有嘅。咁我去到南非今年年初嘅時候，去到南非宣教嘅時候，有一個人就話俾我聽，有個姊妹話俾我聽：你嚟嗰日禮拜二朝頭早嗰日嘅凌晨，佢就發咗個夢。個夢裏面咧，佢就好驚，有人追佢就好驚。然後咧，佢就去到間屋嗰度，佢跑去間屋，見到個裏面有個中國嘅小朋友喺度入邊，咁佢就拍個窗叫佢開門俾佢入到去，見到班中國人喺度祈禱啦。佢翻到從來冇見過中國人嘅，咁喺南非都有中國人，不過唔多嘅。佢就入到去咧，見到班中國人祈禱，跟住見到我出現喎。咁我就話你使唔使我為你祈禱啊？咁佢話可以好。咁我為佢祈禱咧，佢即刻就開心翻喎。同埋即刻有愛，即刻就醒得仲係開心，仲係充滿愛。咁呢個咧真係神嘅印證啊！即係話神咧，佢都話佢話俾嗰班人聽，我未到啊，因為我未飛到啊。咁佢就話俾人聽，我尋晚發夢，我見到今日嚟嗰個牧師啊，嗰個中國牧師啊。咁佢幾樣嘢見到係我，第一就係話個樣，第二咧就係話佢咧就見到咧就係、是。即係我講關於神嘅愛、神嘅喜樂，都係同我信息，即係發夢同信息一樣嘅，同埋祈禱嘅經歷也一樣嘅，就俾佢睇到神咁真實。而呢一次係我第6次有人發夢見到我，又跟住第7次，即係我想話俾大家知，你都可以嘅，你都可以同神有好親密關係，得到神嘅歡喜，你成個生命就提升，你將來天堂有好多人話你係你幫過我嘅，你想唔想係咁？其實你可以的，你可以，只要你常常親近神，因為神是很好的，神很大大的臨在每一個人，那日就改變。其實神的同在是有程度，我們要明白這個真理。聖經很明顯講到程度，摩西、撒母耳、大衛、以賽亞、以西結都是講到很強烈的神的同在。以西結是經常上天堂的，以西結先知上天堂咧，神嘅聖靈將佢帶咗天堂。而新約聖經咧，亦都係講到初期教會好強烈嘅神嘅同在。咁咧就彼得同埋保羅，佢哋咧一祈禱嗰啲人即刻好翻嘅，即係神嗰種能力幾大咧。咁我希望大家都渴慕神，因為點解咧？我哋都幾廿歲啦，係咪？幾廿歲時間咧係無多嘅。你過去的生命你覺得夠不夠滿意啊？夠不夠滿意啊？咁你想以後提升係點樣呢？唔係淨係做嘢喎，有啲人話我做多啲事奉啦，
唔係先做侍奉，係先同神有密切關係。你同佢密切關係咧，你嘅生命就提升啦。你同佢冇密切關係，你做好多好多，你只係做事情，嗰啲人未必好大改變，因為佢哋睇唔到你裏面嘅生命。但如果佢睇到你嘅生命咧，你就影響人啦。你想唔想係咁樣啊？即係有耶穌嘅樣式，你先能夠影響人嘅。